看见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怦然心动，包括背影。那是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女人，我这辈子只爱陈美如一个。你刚才说，你是谁啊？我，慕容杰伦。我，你的王子。陈美如要书写一段旷世爱情，我的王子名叫慕容杰伦。慕容王子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情话。 他的每次触摸，都滚烫如火。陈美如，念，一个字都不许烂，怎么写的你就怎么给我念。但是呢，这就是伤风败俗的黄色文章。慕容王子傻了眼，乃非眼见的第九天冷月，正是在俺家屋门的姊妹多。 美如，你看着我。疼。真爱必然伴随疼痛。我看着江辉先生的面子，我不想跟你发火。我希望你适可而止，自动消失，懂吗？没有我的保护，你将一败涂地。行，要不然你就在这演一辈子。真以为 cosplay 不用负法律责任？你可真是惹毛我！你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，你信不信我玩？我跟你玩命！ 这里是监狱吗？你找哪个吧？我们这儿早上可要登记呀。你叫啥子名字？我生平第二恨的就是监狱。哎呦，那你第一恨的是什么呀？我第一恨的。我家里有个神经病。陈美如，拿快递走。陈美如，这么丑啊？ 说过了，你不能没有我。慕容杰伦，你身受命劫，相拥我帅气，不愧是我九天龙女爱着的王子。陈美如，你该死！九天龙女，别再痴心妄想，有我在，陈美如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。 王子，我看见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怦然心动，包括背影。那是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女人，我这辈子只爱陈美如一个。可我爱你啊，我们注定相遇又如此相配，你能选择爱我或不爱我，但我只能选择爱你或更爱你。有些爱的歌，你只能静静的听；有些爱的人，你最好远远的看。慕容王子。 手机为发烧而生。你发烧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发烧是因为你受伤了。你别过来！你需要治疗。江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啊！你快出来！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死定了！年年生日都找人勾引我，你今天是不是玩太大了？还敢拿日记跟我开玩笑？你是不是真想跟我断交啊？cosplay 什么东西啊？战神吗？